老板现在要来切生鱼片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哥来了吗？有啊。刚刚点了两份鲑鱼生鱼片。切好之后放上来。老板再去。哦，谢谢，拜拜，老板。这几条长条啊。老婆急着要吃。对啊，他急着要吃。你怎么那么偏心？啊！哇，他这样子应该可以吃饱吧？急着要吃，你马上出来。对啊。吃完要生小孩啊？没有，他就喜欢吃生鱼片。临时想到我就要买。OK， 切好了。这样子好了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谢谢老板，切好了。